那刚才你说在短片里面有个梦想是什么？让两位男神，不是，让两位八里铺男神出来跳一下夜店十二步，谁跳得好，谁就是我心目中的唯一的八里铺男神。哦，好，正品在卧里，明摆着被我来的，你这跳十二步，你说管他，我下去了。谁告诉你我不会呀？不跳就不会了？哎，你俩下来吧，下来看看到底会不会。来，有请。好，哎呀，话说这得半年前了吧，那个八里铺男神 A 和 B， 他一晃这个现在就是八里铺男神 B 和 C 了啊。那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吧，那个夜店十二步啊，跳的最好的就是他心目当中的男神啊。来，对，你们两个要加油啊。